先向圣母来祈请，我们今天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的仪仗，平安、平安，平安，一起点炮灯，点炮灯向长相好，我们先指出香哈，让前面的媒体拍照，请先安，先平安。 欢迎到我们的板桥接云寺，刚好就在我们的慈惠宫的旁边，可以比邻而居了哦。邻居好，是是是，一起守护这个板桥大道。是的。 哇，今天的一样是阵容非常的坚强，真的。对，那今天热闹的，甚至连续看到。
两天的国光，是，对，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感谢咱的帮助，这昆西哦，咱的专体，咱的技术团队。那在这一次呢，也为我们邀演了全台知名的，我们来自宜兰的国光乐仪队。相信仪队的出现啊，现场的观众朋友手机就是一定拿出来拍不停，到哪都是个焦点。活动以外呢，刚刚有跟大家讲到，在脸书的部分呢，在台湾社会情报局好合作同步的线上直播。如果你有想来看但没办法亲临现场的朋友呢，好，麻烦到脸书搜寻，好，将这个现场直播连接分享给他，让他一起参与这场线上直播的热闹盛事。好，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可以国光乐仪队为我们进行非常精彩的演出。有这个操场表演，那么后面呢还有我们的乐队哦，都是非常专业、非常精彩的。可以连续两天在那个表演，是那么精彩的表演。你真的是八斗四角、踢功楼四角，非你莫属了。超棒，超棒！也是辛苦各位那么一队的总成员们啊，带来那么精彩的演出。好，再次谢谢我们的。谢谢。
事的。谢谢，欢迎熊山族明德，刚才来做了一个基础观察，这也是呢对于我们的台湾非常享誉之名，我们的摸女啊，那摸女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慈惠道道统协会会长公主是姚石金母，好，那中麦克人吼，麦环节来出来代表吼，谢谢，感谢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师姐，谢谢，仗队这也是我们的，跟我记得神都团呐、啊、吼。在我们的
Venue 的这个呢，尬景啊，为我们掌起这个人工的光明灯啊，为我们来营造呢这个非常美丽的光明之路哈。相信大家都很需要一盏光明。是。人工的卡扎哦，点灯它有很多的意思，因为我感觉有咱的好。好，来现场的朋友，大家注意听一下哈。那给他波女为叫金大殿，所以呢，左右两侧我们再各退三步，好不好？来，左右两侧，前后左右各退三步。来，卡拢牛龟，哦，神叫做大殿，我知影大家拢足想要去，足想要看的。阿哥，哦，这真正做大殿，来卡拢扭出来，哦，神叫，哦，咱输赢会使顺利来甲升格，来甲庙前做一个参拜参礼。你家中有点熊山朱彼得姚迪有没有乱尬？我那个猫牛非常的粗鄙哈。那你那个尬是用一碗油，那个汤煮滚水来给咱做神通。我猫牛修多阿尊啊，对，在前面显得迷你，我没有看到。谢谢非常感恩那个阿迪金彪。今天主笔为怀共同来给咱竖起竖后，这定不拿行八人大交，对，扛在肩上不只是个责任，是这个重担，我相信这些师兄们扛得很。谢谢你讲，再一次来用力啊，差差差没有厉害，完全能够理解，对，真的大家非常的踊跃。你知道我昨天下午交班之后，我马上就冲回去南部去主持另外的场。你知道我一到南部的时候，大家看到我说啊，你不是在台北直播，你不是在节目上吗？你怎么在这？我说是啊，是我。所以难怪这些人在看，难怪这些人在关注这一场盛典。对。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我们的清水起来，我们的艺歌车、哦、其实我们的台湾、哦、中南部有很多很漂亮的艺歌车，这也是台湾的、哦、另外一种非遗的文化传统。你说艺歌车，我们今天也有一年为我们的艺港来，这艺歌车也是每年都是一个焦点，该不会是第一名的那个团队吧？我们待会就知道，我们待会就知道。我有做门口没你没去坐啊。其实在艺歌上面的视角啊，哇，非常棒。你们好讨厌哦！我就想到上次，就是我在圆环，然后你就只能这样子看着我。没办法，你今年就是有很多其他工作。太棒了！对，我们正在二楼。
这个三步加李泰柱。哦，李泰柱哦。哇，阿培好厉害哦。
生态的在我们的各个绕境的各个当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给我们留言，目前你们所看到的画面，还是说你们目前所看到的，以及看对几个主播，看对几个有没有对几个品牌，都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做分享哦。那么可以参与看一些线上的直播，对，就很多朋友说啊，好可惜没有办法到现场，对，那没关系，你现在幸好还有直播平台，是看到两阵子，对对对。那今天呢，你跟你指挥中的家号，我们有提供龙视角，我们有戏台上的视角，我们有妈祖视角，没有全环境都有空拍机。那今天在我们整个队伍呢，从我们的这个大阪桥地区都可以看到我们绕境队伍的各个情况，对，而且。不要忘记跟大家讲一点，如果大家想知道队伍行进的话，除了看直播以外，锁定 GPS， 还有 GPS， 对，你可以知道随时知道妈祖火狼的队伍，对，你可以先见主帅往前追啊，人家都说不是主帅不回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着咱妈祖的脚步，啊，今仔日拄好来自咱台湾哦，台湾是要金龙会，哦，有咱国信体就共来带来做参与。我们也欢迎大家呢，这个时间随着我们众神的脚步，一起呢，来跟我们救起好台湾。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我们的龙翼龙狮团，一样也是非常精彩的哦，我们的龙阵。也要靠着各朝各代的人来做这个，算是前人瞻计划的这个，其实不，文化交流，妈祖自己也很努力，从天宫，哎，天宫跟天后，对对对，哦，而且我觉得说，人跟神都一样，都是要练习进阶的，对对对，也要考核嘛，晋级考核，对对对对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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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溪湖，这是咱的中华啦吼，咱的来自国有庙所，咱的天上圣庙圣尊吼，咱的天上圣庙哦，咱的圣驾哦，伫咱的圣驾车宾馆，来麻烦大家后退一点点，谢谢，来小心安全哦，哎，小心安全，小心安全。会被唐老鸭的脚。好，大家注意哈，注意安全，麻烦大家。我是希望不要用到我的脚舌。对呀、啊，其实出门在外，不管是看老爷的，还是讲话来给咱哦倒茶缸，其实就是平安健康最重要哈。出门开心，对，平安回家。是是 是, 是，来后一台吼，咱看到咱的圣驾车，这赶快有来自咱的为咱的北角南吼，咱做些咱的圣驾哦，都伫都伫咱的哦圣驾。是是是，对对对吼，啊，还有咱的太平嘛吼，等等。哇，非常感谢基础党员做回来给咱参悟。而且你有没有看到特别非常特别的四面佛？你有看到不？我觉得台湾 很不一样。大家早，大家好。哇，满满的人潮呢。是。哇，真正老嘞，真正老嘞哈。对，那也看得出我们的这个主办方的用心啦哈。金娘姐姐，你好，你好，你好。主办方有力，代表有力。哎，真的吗？对呀、啊。很开心哦，很开心来 Judy 姐。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大家期待的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啦，非常开心哦！主办单位邀请到北港朝天宫的整个绕境团队，那目前来到我们的慈惠宫前的那个绕境团队是由我们董监事哈、副董他们所有董事监事所率领的团队哦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哈，那个祝水和平又哈，期待的北港蛮有特色的那个爸妈仔演员。爸妈当演员了哈，哎，很久出现款的，今天哈，今天我要出现款。来，麻烦大家帮一让，谢谢哈。咱卡牌车上几位麻烦，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张干事，我非常感谢。下等各位，马上不要不要不要，感谢大家。来，恭喜新人了。这个北港的朋友哈，刚才记得天上圣庙的超级爆马仔爷爷哈，看到了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后面就是北港朝天宫，那在天上圣庙，那在记得整个绕境的开路大告，然后北港朝天宫金生顺开路谷有百年传统了哈，有办法当个礼数了哈，尤其是伊的台场演奏非常非常有名哈，很多的一些银神赛会都争相邀请了哈。所以哦，大家好朋友，如果想要欣赏非常精彩的排场演奏，大家仔细听了。
跟一般的这个庙宇哈的颜色，它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得两朝天，就不跟一了嘛哈。阿神有为什么没得要盖嘛哈？哇，我美女哈，终于见面了。而且我们双头的将军，对啊，金金将军，也就是我们的啊，穿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脸的，哎，那而且跟你演将军。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千里眼将军跟顺风耳将军之后的是什么？人马座哦，性格中间的是那个这个，那个这个什么？这个车有无？那个这个飞达跟休达啦，对，那个叫做我们当地叫做休爱车，休爱车。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声音，是八音哦，你跟着飞顶吹，飞顶吹，对，就是嘛。那么听到，如果听到这个声音，那就知道是什么啦，妈祖伯来了啦，哎，那你妈祖伯要来到现场咯，哈，来，那现场的所有朋友哈，那来怎样的吼，那妈祖伯来，那来去谢谢呐，双手来合掌者哦，来拍成龙咯。好，来麻烦大家哈，麻烦大家，我们呢左右两边跟着朝拜，好不好？那给他打个灯就有 hockey 哈。对，我们左右两侧跟着一起朝拜哈，谢谢大家，谢谢。今天老了在滚滚呐哈，连静雅都跟着兴奋起来了。啊，真的，尤其我们看到朱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呐哈。是。哎，丢掉那的朱领委员率领所有的那的所有委员会和朋友跟很多人做领完，这么优秀的两位主持人，谢谢。哎，今天。整个老的滚滚啊，我们看到了美感团结的那种凝聚力，真的一路带上来板桥这边参这个热闹的盛事，我们也跟着非常的兴奋呐哈，现场这样子的一个热闹的人潮呐哈，而且大家非常的虔诚的恭迎圣驾哈，非常的感动呐哈，哎，hello， 而且我们所有的教班弟兄都是志工朋友，我们都好像是自己一家人，郭哥，那么你老鼠从挂孔来的对吧？现在里面都有看到一些熟悉的。哎，对啊，哎，我们的互动哎啊，欢迎，我们吴敏俊、吴副董，欢迎副董。哎，来，中秋节不高调的哇，来天上什么了？来双手合掌，谢谢小朋友。很多位信徒相处好将。哎，有提醒我们苗乡文言，因为咱这会相处好将哦。对啊，咱跟民信的。是你有所求，所求无缘，马祖伯拢听来着。好，来我们自己请。咱相处好将，也点我来跟马祖伯讲你的心愿。谢谢我们板桥指挥工副主任委员李松鹤。来，恭上哈，来恭上庙，咱不敢聊天，恭天上圣庙起驾，我们的下一个行程。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咱的妈祖伯舅侬的给咱送。是啊，妈祖师傅，大家平安顺利，都发财啦！来预祝我们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顺利圆满成功，我们等一下见，谢谢各位，谢谢，感谢静雅姐。我一看哦，你那个表演哦，我感觉一定爱听静雅姐介绍起来啦，哦，一定爱听伊介绍啦，哦。今年我也很，今年你也很幸运，你在一格车。哎，你们参与到非常成功的设计。我跟今年很幸运，我去颠掉三马一球，我去帮他颠跑哎。你颠跑，我跟你讲，太天真，我跟着走马球。等一下，你讲走马球，我就没听。拜拜。其实北港的热情。大家会看得出你虔诚的心，真的其实当时会有这个缘分跟刘周妈哥哦，也是刚好也是认识的朋友，是然后六旬会跟我说，真的哎，我说哎塞啊，妈祖婆看到你的眼睛，你的画面，啊，伊嘛看到你的心情，那么稳的啊，所以我觉得扛在身上不只是一个重担，对，更是一个。对于在地文化，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认同，对，我扛的那一刻我就哇，一块一点点。好，你将欢迎到来的来自咱的树拿朱姓很友友，友友人欢迎，谢谢我们的副主委，谢谢执行长。树拿嘛哈，行。连续两天。是，非常感谢副主委，谢谢执行长，谢谢。要端着咱的整体将技术咱的灯光，技术来给我们来做参谋，欢迎咱的树拿嘛性格，来自咱的朱姓很友友。哇，我每次只要看到我们的树林慈圣天后宫，就想到我们主委他有很厉害的好歌声。
哦，在后面呢，看到咱的圣驾车啦，哦，谢谢。感谢咱的树南妈今日支持，阿妈甲咱共同，甲咱送福气。其实我们从每一尊妈祖的圣像，你会发现他们有不一样的仪态，哦，不一样的这个表情，还有不一样的这个年代手法。现学现卖，昨天郭董有讲说，金瓶妈祖的是在以往的朝代是官法，官牌的，是官方的，官方的，对啊，随着潮流的演化到现在的韩国的婚兵，对啊 ，OB， 是这些部分啊，让我们所有的民族新文化可以参与这项朝拜的盛事。是。哇，有原则的哦，咱的这个手头啦哦，祝福大家哦，祝福大家。堂口地嘛哈，嗨，要丢给我哦，谢谢，来，没关系，你们两个，啊这个龙眼呢，这个代表做任何事情都会让开花结果啦，哦，让变规变矩了啊，来，那块我突然想不到形容词，果然是主持，主持功力深厚，阿妹啦，哦，我俩困在老板身边久了，你就会。好，你再回首刚虾哈，非常谢谢来自咱的帮友好安虾，也是连续两天，真的，张茂快点哈，感谢咱的好安虾。安霞，那你将这首中歌共同的吟唱舞指导，非常感谢，谢谢。好，来，我们左右两侧，麻烦大家先稍微退一下哈，麻烦各位，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搁在几分钟以后，咱们来恭请着咱啊，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咱李大明先生哈，过、来为伊自细汉出生的所在，咱来开地天上圣母妈祖坟。阿弥陀佛，就来这里二公里三里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啊，咱就这个不是吼要紧的活动。那么现在过来恭请着咱帮着朱义忠，咱天上圣母的父亲、甲母亲，也就是圣父母。谢谢，感谢哈、那么咱的基庆公，咱的基庆夫人，然后美善孝为先，今日将迎咱荷兰天上圣母台湾阿姨的父母，过来祝贺咱百岁年。现在，咱准备来准备，由咱总统候选人郭台铭先生，要来呼叫，要来恭请着咱朋友朱义忠，咱的开机圣母妈祖婆，要来顺应祝贺，保庇咱朋友会当顺利无灾，来百岁有庆，予咱台湾上好。那么，咱朋友朱义忠。是咱郭台铭先生，那么伊来出生大汉的所在，一步一脚印，行一步，写一念，站一步，行一步。咱即摆现在由咱众神将，咱社员将军，恭请着咱天上圣母的圣父母，咱的执行长、执行夫人，也就是天上圣天道神。来恭迎向北路先家，人家说百善孝为先，今天郭台铭先生以最虔诚的信仰恭迎圣父母圣驾，永驻板桥慈惠宫，保庇大家拢会当心向福协，把咱是出来的是大人，拢会当百里。家内咱的是大人，若平安，咱做代志就当做了顺心。所以祈求咱的圣父母保庇，把咱大家拢当平安不顺心。接下来，咱们来恭请你们郭台铭先生，因为信仰所以虔诚，因为信仰所以呢带领着大家往前冲。今天我们在场的信众好朋友，等一下可以跟在我们的鸾轿后面来对视我们当着主义中来开机天上圣母妈祖婆的脚步，咱的顺流，咱的顺境顺好，咱们讲行一步写一页，站一步行一步，过时候天上圣母妈祖婆的脚步绝对无丢。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着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郭台铭的脚步，咱天上圣母妈祖婆的脚步，咱来顺应顺服，会当予咱台湾平安顺遂，台湾上好。看到咱目睭注意中吼，咱遮大仙翁，咱众神将，就为伊尊神吼，咱就文武尊神。今日随同着咱天上圣母妈祖婆
在卡步，就咱这枋桥马祖近来大汉出生的郭台铭，恭请到一心目中信庙天上信庙开基马祖，所以这是咱枋桥人的福气，也是咱台湾的福气。欢迎现场的信众信配合哦，我们现在有围红龙的地方，好配合工作人员的指示，好，现在让神将可以顺利前行，带来妈祖国的新标的准备呗，来起驾哦。来，我们要准备了哈，就在这个南新里，哎，不对。我来，前场的信众，各位观众，咱卡路牛红灰，咱台湾妈祖的神轿，性格准备要起轿啊！咱麻烦前场大家来配合。好，来提醒大家哈，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家的脚步都在挤红龙，真的很怕你们跌倒，拜托，迈起对一点，咱右起来微爽来收窄，我们前面这边拜托。边来边摆。咱即摆庙前，正庙前提供五票，中正枋桥最强。天上圣庙开基妈祖来驾，起驾！咱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恭送着咱天上圣庙妈祖婆，要来顺应所有，掌声较大最强。天上圣庙妈祖婆的来叫，用恁双手的掌声。老人的掌声哦，咱准备，咱甲咱妈祖婆来恭送起驾，来巡视咱枋桥大地。啊，还咱义工楼中先牛开，即摆麻烦一下哈、哦，我们妈祖的圣驾现在就在提供楼前面，拜托哈、哦，有仰香的仰香，无仰香的双手合掌。各位啊，现在妈祖婆啊流着伊欢喜的目屎，要来看到咱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郭台铭先生亲身来扶桥，扶着一心目中的信仰，咱枋桥朱义江天上圣庙开基妈祖，要来顺行祝福，不必咱回到台湾会当平安顺时无灾，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神飞显现的枋桥妈，你就来保庇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平安，那么完成咱郭台铭先生上大的愿望。感谢哈、哦，咱天上圣庙妈祖婆，望主持人，咱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万万顺心。这是咱枋桥人的骄傲，嘛是咱台湾的骄傲。咱郭台铭先生扶着咱枋桥最强天上圣庙妈祖婆，伊是北中上大的信仰开基妈。自细汉在这间庙出生大汉的郭台铭，今日啊扶着伊的开基妈祖，要来顺行，要来护佑台湾，要来保护台湾。所以，咱大家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个妈祖婆，来个郭台铭先生，一个爱的掌声。所以咱即摆看到吼，啊，天空下着毛毛的细雨，这是妈祖珠碧的目屎，来滋润了我们大地了吼。啊，天空产生这样的意象，让我妈祖婆的珠碧已经有听到，也有看到哈。感念着郭台铭先生用心友好，为了台湾前途来打拼。各位啊，
咱就爱全力来支持郭台铭先生。伫板桥庙口大汉，伫庙内出生的郭台铭，今日再度登来板桥，跟着伊是目中上大的信仰吼，要来捍卫着咱台湾的平安。这是台非常的感动的一刻。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大哥，我们拿着手机，别忘了将这份感动，我们把它分享出去，让全台湾的人民知道郭台铭先生以及扶持他的姓六妈祖婆，多好台湾，多好前途，多好咱的子孙的决心。